什么干嘛？定了呢。老大，你看他那样。啥样啊？阿弟兄，阿弟兄，什么东西啊？听不懂。宰了你！就凭你、啊。你认识我？你就是华春辉，我也认得你。你到底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谁。无所谓，谁管你是谁啊？地址给我，我就走人。